要不然让宝儿跟我一个房间。什么？让他搬到我房间来比较方便点。为什么？是因为你们太吵了，我说过的这栋楼隔音不太好。那这样以后我们不做运动了行不行？脚步声也太响了。哇，你现在是在耍房东的威风啊？那我以后要踮着脚走路吗？那不说走路，我从小家庭教育可是很严格的，未婚男女同住一室我就是觉得很奇怪。是吗？有什么奇怪的？奇怪得很。你想太多了。想太多？知道了，那我搬到楼上去。你们俩的关系啊？你和萧纯的关系看上去很特别。嗯，像家人一样。家人？啊，从萧纯家里发生变故时我就一直陪着他，可能因为我是女孩子吧，一直陪着他会让他觉得很安慰。萧纯家里到底发生什么变故了，令他学业也没有完成就突然回来？萧纯什么都没说过对吧？是啊。如果萧纯没说我也不好跟你讲。嗯，要不我跟你说一些萧纯其他的事啊。啊，你看你眼睛亮的。有吗？你就那么想知道他的事啊？很好奇啊。也没多好奇，但毕竟住着上下楼，工作也在一起，就想多了解一点。他呀，连做梦都在开赛车，哇，睡觉也不消停。那你有没有被他吓到过？一开始的时候，真的差点被他吓死。整个晚上都这样？要是想让他睡个好觉，除非他在梦里拿第一。干臭！一点都不可爱。哎呀，怎么这样，好讨厌。韩老师怎么样，我今天开的？嗯，不错不错，虽然一圈跟我也就差两三个车位了，照这样下去我看你可以改行了，九球天后变赛道皇后。哪有，主要是教练教的好。其实今天你开的真的不错，但是毕竟男女有别，你在力量上还有所欠缺，要加强体能的训练。这么说的话我算是过关喽。那你要当心了，下次我要教你台球。好啊，那我一定加强训练，争取一杆金牌。好啊，一言为定。那我们先去换衣服。好。我需要这次比赛公平公正。那当然，我也希望是这样的。接下来给我们剩的时间也不多了，我会竭尽全力去准备的。但是我听说 FRT 最近有点困难。哦，是啊，困难不少啊。不过总要想办法去解决。不瞒你说，有些困难还真的很难解决。你看，就像这个球一样，你说有办法吗？嗯，我觉得吧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。哦，打
嘿，打个招呼，不碍事吧？我们很熟吗？Andy，Hello， 小纯，好久不见，老弟，来，秦轩，啊，蹭你个饮料。OK， 哎呦，好货真多啊，到底是土豪队？有钱啊，小纯，来，我看这是 MTM 派来的间谍，别说是没用的。 好好比赛，把心思放在比赛上去。老说什么用就干什么呀？你看，你看，果然算了吧。好吧，你加油。当然了，放心吧。好了，加油了，好好发挥啊！我先过去了，美女拜拜，拜拜。哎，你干嘛一直盯着我赛车看？什么？ 你摸我手干什么？方向盘，我本事。你知道什么是五角地方吗？什么？你再说一遍试试看。喂，后面。疯了？干嘛跑到别人家的基地里瞎转悠？我看他们连装备，你不知道吗？他们跟我们是竞争对手，你帮他们脑袋进水了。什么意思？我的手怎么了？给我看看你的手。 干嘛？果然很大。哎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给你换方向盘。什么？换个适合你手的。手伸出来。这样伸。 什么东西好闻？女人身上就是香啊，出汗了也好闻啊。胡说八道什么？你站站好行不行啊？再动我量不准了。哎呀，你是两手又不是两嘴巴，我说话碍不着你的。配合点行吗？好，好，我不动。我再看看还有两什么。这样吧。 起来了，别闹！你不用嫉妒他，他的好日子到头了。